所以啊，就是接触到的时呢，咱的习气也未断，也过是伫这个浊世中呢，伫咧受污染，所以咱的习气真多。咱即马既然有缘降伫一个道场，这个道场的名称啊，叫做净思，甚至呢，咱大家人所要爱的境界，就是净寂清净。咱伫净思的道场啊，爱成咱的法门啊。咱虽然处在五浊恶世，咱也都爱亲像呢，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。意思就是讲，咱的心唔通去和这个五浊恶世啊，这种的心态甲咱污染。明记知影，咱有与生俱来的习气，咱无法度搁等落去咯，要搁偌侪时间，和咱这世人呢，会当走入冤教的内底呢？所以咱即马开始，咱都爱赶紧啦！在日常生活中，在咱的心态里，咱还阁有虾米习气也未除无？咱来赶紧把握时间。在咱现在呢，以净思清净妙法化，助者人群菩萨道。咱唔是要独善其身，咱要要个公招来众啊，让人同齐来，和咱这个作恶的世间啊，会当加一个人走入助者的门，助者呢必定呢就是爱有慈悲喜舍，佛陀要教菩萨法啦。要来教育咱走入菩萨道呢，咱必定爱慈悲喜舍，所以内修呢是信实行证，外行呢是慈悲喜舍。那么慈悲喜舍呢，就是菩萨道嘛。虽然咱修行，咱也都爱践行菩萨道。虽然咱自己呢，要弃除了迄个习气，咱嘛爱为天下人啊发心呢。即嘛现在的人口比佛陀的时代呢增加足多咯。佛陀的时代才有2亿外的人口呢。咱现在呢，将近70亿的人口哦，敢若想讲，人的呼吸间啦，将近70亿的人口啦，放开出去迄个气啦，想看卖，这个气候啦，空气都污浊啦，何况讲人心的欲念呢？世界工业在里发达啦，这欲念在里追求啦，这种呢，的世间啊，你想，大地污染，空气污染嘛，那人心污染嘛，是偌呢正严重呢，所以咱必定呢，爱发大心，咱爱走入人群去。咱来讲道众生，和众生人人呢，会当通理解佛陀来人间啦，会当通和人人接触到佛法，认识了佛法啦。所以咱必定呢，爱走入人群，行菩萨道，各位，净思法门，勤行道。助者众门人间路，这是咱在咱的道场里啊，
咱大家人爱有共同这个方向，共同心愿。所以这点心啊，咱爱定了自我警惕，咱的心啊，时时呢爱有一份情书、情灯、妙莲花的心。也搁有伫人群中，咱要行菩萨道，各位，希望你写立群立世的菩萨行者，咱必定呢为人间呐、啊、开一条菩萨大道的，的菩萨道，菩提大德道嘛。这条的菩萨路，咱人人有责任嘛？咱人人呢，爱有这份的承担。所以咱对在家祭祀啦，希望咱会当公招来众吼，和人人呢会当认识。所以这《法华经》啊，其实是真长，因为咱的。要适应现代的时代，也要适应现在的空间，也要适应到现在人跟人的中间。这个佛陀呢，两千多年前世界两亿的人口，跟现在呢将近七十亿的人口、哦、这种的人跟人的中间的复杂性真正是距离真远啦。不过呢，咱若会当人愈侪，愈来人性呢，妙法化，大家人的心呢，拢会当伫这个五浊恶世而不染。那会当安尼啦，相信这个人间社会人心一定是会净化。人心若净化，就是呢消灭灾难最好的方法啦。所以各位菩萨啦，咱一世无争啦，但是呢，咱爱一事无争，更爱一人无争，更爱回合道理呢，行入菩萨道。所以请大家从今仔日开始，咱来重新甲过去呢杂念嘛、习气啊，咱来发心愿啊，赶紧甲伊去除掉，记着咱的心爱情书、情灯、妙莲花，咱爱助济人群菩萨道，所以情书、情行道。助济人间路，这就是希望为发花来铺路啦吼。咱要安怎样走入这个发花的发翠精华？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！